那个不一样的地方，是会在我们人生当中留下一个闪光记忆的舞台。答应我，两个玫瑰少年永远绽放吧。天赐的声音三第二期播放完了，第三期的歌单就成为了观众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。网络上有曝光第三期歌单的部分内容，周深这一次的选曲又可能成为一首走红的翻唱。目前可以看到胡海泉的选曲是《无名的人》，这首歌曲是动画电影《雄狮少年》的主题曲，由毛不易演唱的，又是一首慢歌抒情歌曲。慢歌一般都很难改编成太炸的歌曲，所以这首《无名的人》应该不会成为推荐金曲。张韶涵、胡彦斌选曲《物理》，问风编曲纪志豪的另一首神仙编曲。有人如果细细听问风，可以听到很多歌曲，有《孤勇者》《心如止水》《物理》等等。有人说问风是抄袭，其实也不是，问风只是同一个编曲者纪志豪的编曲而已，所以《物理》和问风会很相似。这一次如果张韶涵和胡彦斌对于《物理》有新的定义，那么可能这第三期《物理》有望成为推荐金曲，或者是和问风一样成为主推歌曲。当然这一期最牛的一首歌曲还是周深的选曲，周深选的这首歌曲被很多人都翻唱过了，并且五月天翻唱的版本是最红的，当然原唱也很红，原唱是蔡依林，翻唱是五月天。这首歌曲叫做《玫瑰少年》，《玫瑰少年》是叶永志做的一首歌曲，蔡依林的版本听着会很欢快，也很励志，算是这么多年蔡依林给少数群体发声的第二弹。而蔡依林与五月天合唱的版本是最红的，有点慢，有很多点人间清醒的感觉，还有一首大提琴演奏版本，听起来很恢宏，好像走进殿堂的感觉。这一次周深选择了这首歌曲，无疑是给一首歌曲赋予了更多能量和意义，相信这一次的改编又会让玫瑰少年被更多的人群听到。当然蔡依林的这首歌曲原版 MV 是带有舞蹈唱跳的，如果说周深也可以选择一种唱跳风，在天赐的舞台上进行唱跳演绎，那么周深这一场绝对要炸。周深目前对歌曲的演绎已经是独树一帜了，音乐的多元化他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如果能加入除了音乐以外的舞蹈部分，那以后周深的音乐道路会更加宽泛。就《玫瑰少年》这首歌曲本身的价值和高度来说，就很有可能成为推荐金曲，因为这首歌曲具有更多的被改编的可能性，再加上这首歌曲是周深演唱的，是更有可能成为第三期推荐金曲。所以以目前现有的能看到的歌单来说，第三期的歌曲是前面三期以来最期盼的一期。那么预告片里呈现出的周深又为什么要流泪呢？第三期你们最期待哪一首歌曲的舞台呈现呢？